4月11号，马老师从熊本回来了，来到了小白楼。今天我和马老师喝上两杯。对，昨天回来了啊，九州旅游完毕，现在回到了大阪，在小白楼吃个晚饭。啊，龙哥炒了几个菜，我们一起来聚聚吃口饭啊。这是萝卜干，对，炒青豆也可以叫啊。然后这是豇豆，这也算清炒吧？就算清炒啊。然后也叫四季豆啊。这是莴笋，莴笋啊。这是鸡翅，怎么来着？什么叫鸡翅来着？焦香鸡翅，焦香鸡翅，叫什么？本帮菜，本帮菜啊。这是牛肉，牛肉，刚刚我尝了一口，特别好吃。特别好吃啊！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吃饭。现在我们开始吃哑巴了，吃哑巴。好，喝点小酒，吃点饭啊。对，麦卡伦12年，现在是口粮酒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那咱们坐下吧。坐。好吧，好吧，来坐啊，入席啊，家宴啊。对，一家人吃个饭。对，家宴啊，家宴。酒岛上。马老师，吃饭吧。好，这不当嘴吗？你看，我们上一起啊，要喝一小口的，来，喝一口啊。啊，行，干杯啊！开始吃饭，视频就拍到这里，一个小花小插曲，应该说是日常的小插曲。就是啊，辛苦了啊，不辛苦，忙了一下午是吧？忙了一下午，从一点钟开始烧的。一点钟。哇，这瓶酒，那个大炮筒子，大炮筒，不好倒哎。这是那个乌梅，就是那个美酒，大瓶的美酒，而且是龙哥买了这瓶美酒，是相当不错的，原酒，特别醇香，非常不错。这好像是5升的吧，应该是。大瓶有没有？5升的，一般是放在居酒屋里、居酒屋啊、酒吧里面用的。这人够喝一星期吧？一星期差不多一瓶吧。到时候再去订几瓶回来，不错。好了，友友们，这个小小视频分享给大家，好吧？现在是日本时间，差不多在5-6点钟不到吧？几点啊？现在？5:20。5:20啊！哎，吃饭了，是吧？中国时间4点多钟，我们已经开始吃。晚餐喽，干杯！哎，干杯，身体健康！哎，拜拜！开吃了啊！啊，开吃。吃上一口不容易啊，呵呵呵呵，吃上，这嘴有点上火了，这也上火了，累，虚，这都太忙了，每天早来都是。大厨来入席，好，入席，就这样，拍摄完毕。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我是马家。代表我们大家，好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拜拜，大家好，休息了，龙哥吃饭。拜拜，今天我们两个。